个楼啦，这两栋楼啦，那我也代表着我们整个巴嘎达哈拉班的市议员，我已经有得到其他的 WIP 的同意，我们将会调整，就是review 这个 SOP， 我们要拆楼的 SOP。在一把土的市议会，好，我们将会带进这个月，最迟下个月的市议会的meeting， 市议会的 meeting。